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a fighter. Footsteps keep it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德玛西亚杯春季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小优。那本次比赛呢，是由英雄联盟主办 Must TV 承办。重庆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这本来是想用重庆话跟大家打个招呼，那刚才怎奈何旁边没有一个重庆的朋友，所以等一下要不要有人来教我一下？好，等一下私底下跟你们学啊。其实每次呢站在这里开场，我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感觉拥抱了所有的热情的掌声以及欢呼声，感觉都是给我的。但是我知道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都是给你们支持喜爱的选手和战队的，对不对？是的，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么在昨天呢已经进行了一天紧张激烈的比赛，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特地从外地赶到我们重庆渝北体育馆，就是为了能够在现场亲自为自己喜欢的战队以及选手加油呐喊助威。而且昨天中午到晚上也是持续了十几个小时的比赛，我们看到很多的粉丝呢也是一直守在这里观看我们的比赛，那我相信我们的选手也是非常的感动。当然了，他们昨天也是用非常坚韧不拔的电竞精神以及非常完美的表现来回馈给我们广大的粉丝了。所以今天呢，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给他们多一些的力量，好吗？好的，那在昨天的比赛中呢，我们是八支的这个霸主的战队呢都一一登场，那么之后呢也是角逐出了四支进入到我们今天比赛中的队伍，那他们呢也离各自的目标更近了一步，离冠军更近了一步，他们也将争夺20万的冠军奖金以及我们的冠军荣誉。我相信个荣誉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对阵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呢将会是由 IG 对阵 QG， 那么第二场比赛呢是由 EDG 对阵 WE。 所以现在他们四支队伍的粉丝在哪里？哇，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声音还是不够大，可不可以再来一次？来，三二一。好的，好，大家还是保留一点体力啊。然后等一下，在他们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用尽量最洪亮的声音来给他们加油。那相信呢，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得到，也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那现在我们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们话不多说，还是把精彩的比赛交给我们的解说。好，谢谢小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重庆的同学，大家好。好，重庆的观众呢，一如既往的热情，跟昨天一样，热情没有丝毫的衰减。那么呢，马上在下午的时段，我跟 White，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前面一个比赛的解说。White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你刚才已经打过招呼了吧？其实已经打了很多次招呼了，就站起来，我真的发现。就我其实特别喜欢重庆这个地方，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就他们 LL 的粉丝真的很热情，就热情到我无法想象，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你们。是的啊，我们昨天我跟娃娃来解说的时候，我们也聊了很多。就我觉得，
可能因为大型赛事第一次在重庆办，所以大家特别特别的兴奋，期待这个比赛的到来。那么当然昨天比赛经过了相当多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一见到外台的时候，我跟他说，哇，比赛都打了一周了，你现在才来啊？对，昨天那个感觉好像打了整整一周的赛事一样。我听说就一直出现问题嘛。对，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漏夜抢修，据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非常顺畅的比赛进程，所以有没有昨天就在场一整天，然后今天依旧来到比赛现场，观众朋友在哪里？非常佩服你们。然后呢，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欣赏今天激烈的两局对决吧。那么首先在第一个比武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IG 对上 QG 的对决。对，这两个队你了解吗，草猫？QG 来说的话，刚好最近解说过他们的比赛，对，所以的话 QG 的风格上面来讲，然后是有比较多的了解啊。一会在比赛进行的时候给大家多说一些。那 IG 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啊，就经常能看见，毕竟是 LPL 的一个一线队伍，然后就经过引入韩国的外援之后啊，就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目前 IG 的状况来说的话，自从姿态调到上单，然后开始融入这个上单的环境跟 IG 现在的体系之后，我觉得 IG 的表现在这个德玛西亚杯的杯赛里面是越走越高。是的，就我个人是觉得就姿态的表现啊，就让我很震惊。其实从一个选手的转型是很难的，就你怎么把一个中单变成上单，两个完全理解不一样的位置啊。中单大家都知道法师 对杀人，但上单呢，你要保护你的队友，保护你的 C 位，让他们在你胯下输出，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他做得很好。你讲是特别有说服力，因为你是中单嘛。是的。那你有尝试过上单吗？我尝试过，其实说实话会很难，因为你会一个上单不仅仅是一个英雄，你要精通多种英雄，各个不一样的，比如刀锋艾瑞利亚，就每个英雄的素人纳尔都打得不一样的性质的，就你要了解每个英雄，所以说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姿态他特别努力，就他是对他排位没有停过，哪怕他是当替补了，他是每天要打，就每次我上线他绝对在，就队列中都在练习或正在游戏中。对，所以这个练习量是很大的，靠着大量练习，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上单选手。对，没错。所以 IG 目前相当值得期待，我觉得。可是 QG 我觉得也相当厉害，在一路走来，尤其德玛西亚杯在先前的赛事里面碰上 OMG， 再来在昨天的八强赛事里面碰上的是 Snake， 对，都是 LPL 的硬手，都是强队。然后他也能够一路奋战至今，今天是不是也会给 IG 一些惊喜？是的，就我先打开贴吧一看，就 QG 神秘黑马，放倒 LPL 第二、第三，对，就很凶残，很凶残。其实我对这个队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跟他们就老板挺熟的嘛，有聊过天，因为他比的关系嘛，对。然后他跟我说，就是这个队伍啊，他花了，并没有花很多钱，就没有别的队花那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一个队伍，就是、并非是重金礼聘的那种名门选手。是的，但是里面的选手也是说小有名气，比如说艾瑟加怡、天灾末日，他们也算是打到 S 四的，就在美国打了很久一个职业时间。然后包括他们的打野 Swift 都是我比较了解的，然后他们这个队花了比较少的钱打造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俱乐部真的很看老板的眼光，就你怎么合理运用这个俱乐部的钱。哎，你在黑谁？啊，没有，我今天不黑人。你在黑谁？我今天很上良的，你自己讲。我今天很上良的，就很不错嘛，反正就对。对，我确实是觉得 QG 在目前一路走来的话，节奏上面带领都非常好，而且主要来自于说，大部分的战队对他们的所知也比较少。对，不了解，真的不了解这个队，有可能他们训练的不多。对，因为可能 LPL 队觉得跟他们训练没有什么，因为是 LSP 没有太多的进步，会有这种感觉。但的确这个比赛，他们表现出非常强硬的实力。我也觉得在对手对你的情搜做不够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给对方来一个措手不及的那种突袭。是的，而且他们也是典型的三个韩国人，两个队员，一个教练，就这是现在的标配嘛，都标配，确实是现在的标准配置。标配。对，那我觉得来讲的话呢，他们目前进攻的节奏都打得相当的流畅，而且呢，他们算是在 LPL 重新开始用卡特之前，他们在德玛西亚杯的比赛里面就已经出过相当多次的卡特琳娜了。对，就其实这个英雄是必须要很大的胆子才能选的，他是一个极其容易被 counter 就被克制的英雄，很容易就整把就没有用了。但是他既然敢选出来，就而且打得还很好，就这是一个选手对自己的自信。是的，那么呢，我们马上来准备进行第一场比赛的选手介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IG 战队姿态现在的上单刘志豪，
再来是他们的打野卡靠，卡靠。接下来看到中单 Rookie， Rookie。然后是 AD 小孩，我们的小孩游神。最后是社可可。其实爱奇艺都是几名老将，真的几名老将了，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脸已经很熟了，就真的很熟了，一看就不看他的名字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觉得他们从年轻打到老，哦，有一点那种感觉啊。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QG 的选手们，对 Swift 打野的 Swift， 对的 ，Swift 经常跟中野做中野联动，带来团队强大的推进力。这个、一个白毛，对，就诺夏带起了一个白毛风潮，白袍风潮是吧？然后这边是天灾末日，也是一名老将。艾瑟，刚刚那是艾，哎，怎么两个长得这么像啊？长得太像了，我居然没有认出来。你竟然搞混了？我见他们见了很久嘛，就我们在一个俱乐部待了很久，我居然没认出来，甩个锅。现在赶紧甩个锅。我们看到的是 IG 的选手们，你们的支持会成为选手在赛场上奋战的动力。说实话，当选手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观众的哪怕是一声欢呼声都让我很激动。再来是 QG， 对的，作为一个新的黑马队伍，可能过关斩将打到四强了，也有可能大家对他们队了解并不多。我觉得今天QG 的中野联动的强势度碰上 IG， 刚好也是中野联动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是的，其实 IG 就不光是中野，他们的下路特别稳，但是这个 QG 的下路天灾跟这个艾瑟加怡他们两个人打得挺凶的，真的很凶，就两个人是那种对线要杀人的，就不是跟你发育的，就跟 IG 的下路有点相反。对，刚好是一个碰撞，我觉得，因为 IG 这边来讲的话，最近近期的表现通通都是稳着来，马上进入 ban pick 阶段。可以看见啊，人马是直接 ban 人马 ，QG 战争之影。然后这边 IG 选择了 ban 幺七，也是这个版本最强势的中单，不用说了，就最容易秀的中单。而且基本上来说，从昨天看到今天，几乎每场比赛都被 ban。对的，其实基本上都是二选会 ban， 一选就肯定想着，哎，你不 ban 我就把他选了。对对，然后你会很难受。说实话，这个版本你要我自己说，在中路能跟幺七打的真的很少，基本上没有对手的，他又难抓，对线又强。接着看到，哇，连狐狸也被 ban 掉了。对，狐狸也是很强势的中单。我觉得幺七下来就狐狸。对，就最接近幺七的，因为也是三段位移，很灵活的一个英雄，他可以在团战调他的位置进行一个 AOE 伤害。然后这边是 ban 的辅助的最强辅助了，不用说了，风女最万能的辅助万金油。接着把哇复仇之猫也 ban 掉了。对，这些小孩是用的比较多一点。小孩游神这个人就我最大排位遇到他嘛，哇，他那个复仇之猫真的玩的溜，就真的是滑板鞋，操作非常好，而且他很自信，他是无尽红叉，他不买飓风跟一血，对，无尽红叉。接着最后一遍给到豹女，那一定是选挖掘机了。对，挖掘机是首选的。在这个版本豹女基本上没有的话，挖掘机就是有点逆天的存在。为什么呢？它可以打断盲僧的 Q， 可以打断盲僧的 W， 可以打断王子的 EQ， 就是一个很变态的英雄。它可以打断对方打野最强的那个技能，所以它在野区对撞的话，它的单挑能力基本上是有点无解的，而且它的全图资源有点半球流的味道。对，而且前期的 gank 又非常强势，前期伤害又高，很夸张。这个英雄纯肉装，它打出来的伤害是要比盲僧还要高。这有点针锋相对了。你看看 QG 选手的反应。对的 ，QG 在看到 IG 点选这两个英雄都还没有锁定，就已经有了反应。哎，换了，但其实最后一秒才知道，这选手调皮，漂亮，很自信的一个 pick。这个维克托是这个版本就新流行的中单，你要说他有多强势嘛，我也很难给你们解释，因为他出场率不会很高。但是我最近在排位用下来，感觉他的对线能治狐狸，但是他可能比较怕妖精。哇，这边要拿卡特。我觉得在 ban pick 阶段，观众的欢呼声已经代替我们解释了很多事情。是的，就已经把我们内心的呐喊都喊出来了。但是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拿卡特打维克托
并不是特别好受，不好处理。对，所以我刚刚脸是变了一下，我心里想着你真敢选，你真敢选，你真敢选，很辛苦，对，很难受。就他那个激光炮会对着你一直，就那个，而且那个声音很难受听的，而且血掉的又快，而且那个伤害又大。然后呢，再加上最前期的时候，卡特一开始几个等级一定要被远程手长的人压，然后维克多点一个 Q 上来，是的，不止 Q 你还平 A 你一下，就两个人互 Q， 对，维克多的盾可以撕掉，对对对对，然后再反打。好，这边好周全。哇 ！IG 的上单到底要拿什么英雄？上单的英雄现在确实是很引人注目，而且现在有不少强大英雄在外面啊，树人、纳尔，但树人已经被选的情况下，我觉得兰博可能会有点机会。这个我是不信的。对，我是基本上就是骗一下黄鸿升，就骗一下你们的激情。对，完全凯南我觉得很不错，凯南有机会，而且我觉得凯南真的可以，但还是换老司机，秒锁三老司机。哦，这个，因为你知道吗？前两天 IG 的比赛你有看吗？他也把。是他一把凯南、非常秀，哎、对，凯南基本上来讲治所有手短的上单，而且他刚刚改强，只要在他大招范围里面，他的 W 技能就可以触发。哦 ，QG 是认真的吗？因为目前这个选法来说的话，你加上轮子吗？然后就是要让轮子吗、挖掘机，然后树人这些联动上去硬开，还有女坦，然后再想办法让卡特收头。而且这一把 ADC 很危险，他可以说是没有人保护的。对，因为四个人都突脸的，树精、挖掘机、卡特还有日女，就连中单都不能保护 AD 的情况下 ，AD 是很危险。锁了！哦，太漂亮了！第一，秒锁维恩，秒锁卡特，简直解说不下去。因为所有的声音都被观众的欢呼声给淹没了。是的，不过确实这两个英雄上来连我都很激动，就很少见，真的很少见。而且这两个英雄我相信很多人喜欢玩，因为他们很秀，确实很秀，很秀，可以展，可以展示自己操作的时候。没错，对的，这两队都很会炒热气氛啊。第一场是准备要来满足所有观众的。对的，两个队都有 GQG 对 IG、看一下哪个 G 厉害点。两支队伍都已经完成了阵容，哎，就阵容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 QG 是算是走在一条很窄的桥上面，因为你进攻一定要打出来，是你进攻如果一旦就受挫的状态下，如果落后 ，QG 的阵型会很难突破。对，因为 IG 很简单就可以去破那个阵型，只要他们全部后排保护，留技能给卡特，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IG 的打断技能是非常非常多，盲僧、安妮、维克托就随便三个已经有打断技能的，就我觉得卡特这把的发挥是 QG 的至关重要，尤其是我觉得选卡特去对维克托真的相当相当的拼，维克托的大招这么好断，是的，我就扣一个大招，你进来你有本事进来，直接一秒大，而且维克托大招是没有施法前摇，就直接按一下 R 指就打断了，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把来说的话 ，QG 这边要真的如果发挥出来的话，绝对会惊艳全场。就直接回去封一下国服第一卡特。对的，对，毋庸置疑了。来看看这场比赛如何进行，已经进入到召唤师峡谷中。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来看一下两边的一骑团，这边要遇见了吗？好，日女跟安妮是一个分散站位，也是我们打比赛最稳的一个套路啊。全部选手各自站一个点，去侦查对方有没有人来进攻。好，这边是对点，哇，好激烈！双方互相点了三四下以后，这里是有小孩稍微占了一点点的优势。是的，毕竟维恩可以用 A 用个 QA 去刷新平 A 的间隔。没错。所以两个英雄对 A 的话，还是维恩比较吃香。而且这里来讲的话，轮子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去 Q 两下都命中维恩。是的。啊，这里因为对点耗血的关系，两边都选择回家啊，把血给补起来。补起来以后，这个相当稳的一集团站位，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哦，两边稍微有点对点而已。我们更关注的是中单的卡特，你到底要怎么面对维克托带来的高压？对的，而且卡特这把是直接拿引燃，就他也没有拿别的技能，就拿引燃，就是最正常的卡特打法。我以为他可能会带个虚弱，或者是有点小套路，结果他没有。在面对对方。五个英雄都有打断的情况下，他选出了卡特琳了。我就是要刚正面。是的，我们来算一下场上有几个，好吧？好，算一下。安妮有，安妮一个。安妮一个。维恩一个。维恩一个。维克多两个。两个，我的天。好，已经四个了，盲僧一个大招五个，赛恩两个，加起来七个打断技能，七个打断。他卡特到底怎么能旋转？
如何旋转起来，绝对是这一场最关键的一个课题。好，我们继续把注意力放回比赛场中。是的，好了，这边老司机老套路，一级送死，升二级打三狼，也是一个赛人比较常见的套路啊。打完以后就也没什么好想的，站在原地等血量掉光。然后这边树精也是小套路，也是打了野怪的，带了个眼出门，两边都是三个补刀，三个补刀。那卡特并没有在一级的时候被维克托压到什么，带着一个多兰顿出门加一瓶水。主要是维克托这个英雄其实他前几级是不强的，他第一次脱变就进化，就是进化第一次技能，就那个一技能变成终极激光枪，就那伤害就很夸张。对，而且这个英雄有个优势，他七级可以秒杀后排兵，这是一个大特点，七级秒杀后排兵，只要进化了。这个来讲的话，其他就是像比方说他现在对卡特收兵的速度就比他慢非常多。是的，而且塔下防守也很弱。刚才在讲说 QG 必须要维持攻势的其中一个点就在于说，你这个如果在防守，我实在想不太出来人家推你塔的时候你兵怎么样清得完，大概只有轮子妈可以清了。对的，可以看到啊，下路轮子妈跟日女是选择了推线，因为如果他们等值持平线没有优势的话，二 v 二很难打。说实话安妮维恩就因为日女会被放风筝。好，这边消耗了一波，一丁墙上触发了一个三层被动，操作非常流畅啊。对的，操作很流畅。那塔底兵也是一个选手很重要的一点细节，其实打职业怎么说，就要做好每个细节，就很难的。可以看到这些兵其实有时候自己补起来都很吃力的。你说特别有说服力啊。对，特别有说服力。我说我调兵大家就说长矛好捞，你说你调兵大家就说哎呀难免的嘛。对，没关系啦。好，看一下这边上路两个肉，其实这两个英雄对打是就最无聊了，就这两个英雄永远都是互相，哎，我抓你一下，你抓我一下，互相搔痒。对，互相搔痒痒。好，这边看一下安妮传了个约，两边这个线是空在中间，然后轮子妈也没选择推，维恩这边想 A 刀，哇，这边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点想打，两边都想打，如果都想控线就是都想打。现在 IG 其实比较难受一点，上来日女就会直接指一个一技能指上去对拼一波，而且安妮的晕在轮子妈不失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晕到的，不可能晕到，不可能晕到的。那你去打女坦的话又很伤。可以看到小学生很聪明，装 A 兵然后直接往后滚 A 兵的一瞬间往往也是暴露出弱点的瞬间。是的，就一般就打这个游戏嘛，你要抓别人失误，就别人 A 兵好，这个时候就会可能放个技能扫他一下。是的，耗点血。然后这边上路两个大肉暂时都没有什么，这把其实主要看打野，打野会在什么地方先出现第一波 gank， 两边都是先刷了很多刀，都是基本上对刀17就18 18。那你可以看到在挖掘机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有进攻性的打野道具。是的，蓝色就这个，其实一般现在这个版本啊，就我发现很多人买红色那个游击者军刀，就那个对拼很夸张。好，这边是一个河蟹争夺战，最后是由挖掘机抢了下来。对的 ，Swift， 他是直接一个 Q 加一技能秒杀掉了。上路的地方看到塞恩的耗血稍微占了一点上风。对的，而且在补兵上，塞恩姿态也是小小压了五个刀。这个版本的塞恩还没有削，他的一技能在未来的两个版本连续遭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现在这个版本他的一技能有多恶心，没有什么无责任。对，我就是一。对，就是一。耗我又低。他也不放别的技能，他就是一，就是踩你。对。就他那个动作还很恶心，就一脚踹过来。好，你看清兵又快，就还能顺便消耗，这种技能是最恐怖的。对。消耗真的很低，你看他从头一到尾，他的魔还没消耗过半，就而且还能开盾上去拿大斧头砍他。好，看这边。I7 对这个 QG 的下路还是比较平稳的。好，这边第一波看看，看 Swift 过墙跳起来，好的，漂亮的闪现。闪现以后有机会逃掉吗？但是我觉得很难。Nice。QG 这边上单选择交闪现以后硬杀。刚刚是必须要跨一波 ，Swift 他这个操作大家都可能没注意，他闪现把姿态大招打断了，姿态本来大招往回开始就开车了。闪现直接撞掉，撞在那个 Swift 身上，然后导致这波姿态还交了一个死亡闪，这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亏。他这个操作来讲的话，这姿态不但没逃掉，而且还烧闪，本来是的，他是打算逃的，下路这个地方对拼一波。好的，看一下闪现晕吗？好的，上引人，这边反手虚弱，给个治疗，树人过来绑住，引人烧死，闪现一个 QA 二连，继续追上来。差了一刀，差了一刀，再打一下耗血。可惜，哎，这边树人顶塔有点危险。啊，应该是不至于会死，但是耗了相当相当多的血。是，这一波啊，就可以看见哦，哎，闪现烧头，还有一个，有没有
三没有了，跟不上了，没有了，跟不上，跟不上，没有必要。等兵，哎，不上，这波还是不能上。哎，那他要送头了。这波作为理智的人，应该是不能上的。好，这边 Rockets 开启鬼步 ，Rookie 捉迷藏，一个机关，哇！被他跳蛤蟆给跳走了，而且下路塔里面竟然有小兵，对，正好顶住，正好顶住了，就这样被他跑了，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就没想到蛤蟆要被口锅，就这个真的蛤蟆被口锅，就可能大家会他瞬间回想起没有这个蛤蟆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死了，对，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这个一激光都已经射下去了，对，已经射下去了，就被他拉开这段距离，就刚刚丢个叶，直接丢啊。那雷电风暴可以跟着他走了，但他这个卡特哦，从这个切后的判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卡特真的是驾轻就熟。是的，摸人头功力非常强。啊、卡特这个英雄特别看你会不会摸人头，就你必须要抢这个英雄，是你必须要抢，必须要抢啊！而且是属于那种你抢头队友绝不会怪你的一个英雄。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卡特这个英雄他在线上并不好刷兵，说实话，因为他是近距离，他要上前转圈，转圈的时候就会被压制，所以他是很难靠刷兵起来的英雄。可以看到啊，就对线包括一波游走啊 ，Rocky 已经压了刀了，已经压了十几刀了。他这个吊刀是一定的啊，吊刀是一定的，因为游走了一波，而且线上也难打嘛。可以看到挖掘机这边发育的非常好，已经达到了七级。目前以前期来讲的话 ，QG 已经拉下了一点优势了，尤其卡特开始启动，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对的，好，这波看一下是想强开嘛，但是日女是没有六级的。所以有点勉强，而且被眼睛给看见了。可以看一下 Swift 的刀，五十刀的打野，有点夸张。就他直接抛离盲僧16刀，而且盲僧出的是刷野的打野道具啊。对啊，他出紫色的斧头，然后刷书，有点尴尬，这的确有点尴尬。现在就很看卡靠的节奏了。哇，可以看见这个消化区，当然就他不能顶那么多次了，对对对，就他只能顶一两波，他就必须要回家了，就很难受。而且他已经是出了一个大的魔抗斗篷的状态，850腹肌斗篷。就其实玩中单，说实话，长毛，我最怕对面买这个装备，就你会很不爽，因为压不动。哎，你怎么这么怂啊？就有这种感觉，就你不能杀他，就是你只能跟他压点刀。但是 QG 这边是卡特啊，对，卡特他不需要跟你压线的时候占优势，他就是为了打团战，就是为了杀人。啊，那这个肯定第一件深渊是跑不掉的。回去哦，已经补好暴力魔杖了，装备起得好快。是的，有一个人头的关系。所以装备起来比较快，然后看到这边卡靠这边很着急要去找机会 gank 或者反野，这一波是想一个 top dive 就冲塔，但是已经被挖掘机给探到，刚才被挖掘机给探到他的移动。是的，直接原地点睁眼。好，这边是打了狼的 buff， 侦查到了挖掘机包抄过来一个 Q 技能没 Q 到，好 W 撤一波，两边的技能都空了啊，但是互相试探了一下都没有损伤。啊，本来老树还想赶去中路支援，又让塞恩稍微刷了一下。是的。姿态现在状态非常好，91个刀对71个刀，压制了整整二十个刀，其实相对一个人头了已经。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场外的数据 ，IG 的小孩在本届德玛西亚杯比赛中最高纪录曾经使用轮子吗？在10分钟打出94个刀，也是本个杯赛最高纪录。好，漂亮，没有抢到，这边龙也是顺利承接掉，嗯，很稳健。其实怎么说，10分钟94个刀有点夸张的，有点夸张的。主要是你，哎，这边是想一波冲塔吗？三人组眼睛好像是没有看见的。对的，视野上面来讲没有被 QG 发现。是的，很危险，这一波看一下艾瑟加怡，但是这边天灾末日赶过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帮手了，不行，要走了，要走了，对对对，这没办法打。对，对方有一个强控，然后轮子妈本身可以吸掉一招控，那你根本很困难。是的。哎，看这边，直接擦眼过去，一技能很快，两边反应都很快。而且这里是果断选择回来，应该是准备好要出深渊。老树捆上去打一波，这大概也没有多大意义，连三盾都打不爆。对，就两个人不知道在干嘛，摔跤，这两个人在摔跤。我戳你一下腰，对，你戳我一下肩窝，对，没什么感觉。好，看一下这边，卡靠在中路一直徘徊着，好像是想反干和一波中路。但是挖掘机并没有选择抓中，是在刚刚从家里走出来，补充了一个眼石。好，挖掘机现在在补兵上是压制了20个刀，而且他比盲僧更快做出眼石。这样的话 ，QG 的视野上会压制 IG 一段时间，最少压制两三分钟最少。那我觉得以 QG 的就进攻需求很高的阵型来说的话，这个找眼石确实是非常好的选择，是很聪明的出装。而且现在基本上都买眼石，因为眼石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00块，它可以给你队友安心发育非常久的时间，而且它加血，加血是最脏的。苏菲特已经来到了这边一个反蹲，大家看起来这可能蛮难奏效的。哦，我们在今天的比赛解说里面可能会有些东西就是不会明确的讲出它到底在哪一路，因为据说选手是有可能会听到我们解说讲评的。是的，有一点点声音。好，这边这个反杠卡，哇，好尴尬。如果盲僧过来的话，哎，看一下这边是想上交 TP 吗？交 TP， 闪现运出两个同时交 TP， 我先开启大交进行收割，但是没用啊。这边大树的位置很尴尬，一个人被一个回旋踢闪交出闪现，并没有被踢走，互换一波技能，两边都把技能给交光了，没有任何人伤亡。是的。我觉得这一波反杠很重要。哎，这边又遇到了，要打吗？捆住起火晒人并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好，盲僧贴过来，苏人开大，日女大招往后放，看这波安妮跟上伤害，漂亮。但是卡特快要接近，可以开启。这边是由盲僧打下了一个双闪现一代，漂亮！这一个闪现一代大招， nice， 这个太漂亮，反应很快，真的很快。一 R 二连招，闪现一 R 二连招。这边小河游山还在追击卡特，大概没有卡特，大概完全没有机会了。对，可以看见刚卡特很尴尬，他只能选择跳到赛恩旁边，但是他不能这么做，对，他直接会被打断的，所以他找不到空间输出，这把他只能看着他队友死。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QG 阵型的一个比较尴尬之处，是就是如果你第一波控进去以后，没有人是进入卡特杀得死的血量的时候，你 QG 只能往后退了。对，这其实可以看出来 ，IG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我就在后排输出，稳定输出，我不需要上前跟你刚，就在后排，就让 QG 的人起火晒人，反正晒人死了无所谓，他就是吸收伤害的。但相反 ，QG 不一样了，他们要进行一个冒险，他们要把自己的 C 位冲到别人的后排里面进行一个刺客刺杀。刚刚那波明显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了，对，已经是。觉得卡特进来的时候被塞恩挡在外面是一个相当关键，他根本没有办法跟队友汇合。对，哎，刚刚塞恩只有一丝血，我能看出来卡特他是想上去刷新技能，但是就没有勇气。都知道上去必死了，就上去一秒钟就死了。就你会想得很完美，我上去把他收了以后再跳回来，哎，不好意思，办不到。其实对面四个人已经在沟通着。对对对。我们看看这个卡特，如果他敢跳过来，直接一个晕，秒晕。对。这一波打下来 ，IG 是拉到了一些的优势。是的，而且是看一下，换了路，换了一波路，推了下塔之后，维恩跟安妮选择来到上路。对 IG 来说比较可惜的是，刚才并没有龙可以收。对，龙是被打掉了嘛？前面 QG 打掉了，现在才正准备要复活而已。这时候因为刚才下路的优势进攻，兵线也优势的关系，卡靠立即做了下路野区入侵。这波打进来。好，这边看一下，塞恩是身带女妖，然后好嚣张，说实话真的嚣张，就在你野区这个位置打石头人，你就拿我没办法，你来杀我，我开大跑，我的队友推上路，就这个英雄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他真的很难抓死。就我曾经问过姿态，我问他什么英雄可以克塞恩，他跟我说只有王子，就你硬把他框在里面，他也走不出去，对不对？他只能挨揍，就罗马竞技场就有这一招可以让他，因为大招也跑不了，是就你连位都没有，你会跟着他那个奔跑，一直跟着他，跟着他，跟着他，就很逗的。好，这边双人路上路换了一波线。哇，这波 A 兵我看见了，这波 A 兵我看见。现在的状况来说的话 ，IG 慢慢的维持这个优势往前推，他们有一个后期的保障，他们有维恩。是的，维克多跟维恩都是这个版本后期算是最强势的两个英雄了。前期的进攻压力现在是真的越来越大，对 QG 来说。是的，现在他们没法限制维克托，没法限制维恩的发育，甚至连塞恩的发育都没法限制，就是一直刷一直刷。可以看见三条路的核心位置，除了 ADC 补兵是持平之外，中单是压制了30刀，上单压制了30刀，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底分差距。以你的角度看来，压制30刀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就跟被单杀一样，差不多意思。对，就跟被单杀一样难受。30个刀就其实他的钱等于一个人头，还要多一点。好，这边 IG 是直接开小龙。QG 虽然拿下第一条，但是第二条也控不住。有 IG 获得了第二条的小龙，目前小龙数1-1。最后两个人非常的接近，但是轮子妈只能单方面的挨打。这边只能夸一下小花游神，他真的很冷静。
他这波没有选择上去，怕对方后面有人，他就怕，他就 A 三下，其实他已经赚了，他把那个人打回去了。怎么样来发现一个睁眼？卡特一个人正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对抗能力了。对的。带上安妮跟盲僧两个人来入侵对方的蓝区。是的，只要把视野点亮了，那这样 QG 就会很难受了，他们人就会不敢推线推得太前，这样的话兵线就会一直被压制，这样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兵线就没有视野。只要推不出去，在 QG 的场合来说，没有视野等于没有机会制造以多打少，以他们阵型来说就更难让卡特多滚些人头。是的，而且看卡靠这个位置蠢蠢欲动，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早已被一个眼睛发现，死过去。死过去以后，哇，挖掘机也过墙，但是没有抓到女坦，丢一个大招断后，上塔已经被无缘破掉。但是很可惜，姿态，他今天是拿键盘鼠标来打，他没有拿方向盘，他拐不了弯。刚才这一下并没有命中。有的时候，但是已经一路逼到二塔 ，IG 依旧是维持一个相当强的攻势。再来开盾顶在前面，技能我全吃了，一个一技能还消耗一波。这卡特上来转一个圈，直接掉了半管血。前面已经说过了，被推到塔下的时候 ，QG 的阵型非常难受。对的，这个塔竟然就这样毫无抵抗之力的交掉，而且被晕了，而且还能杀掉一个挖掘机。这一波只能说是 Swift 太过于贪心了。QG 真的这个阵型完全没办法收塔。就其实刚那个失误是不应该出现的，为什么？就安妮就是萌萌的走过来，萌萌的把他晕住，他萌萌的就死了，就往后技能一砸就死了，就他是看着安妮走过来的，他也没有往后撤，这一波失误有点严重。这个勇气很高啊！哦，就这样突然跳上去的转了一圈，耗一下血。是的，可以看见维克托的清兵能力确实非常恶心，就对着六个兵是前排，哇！姿态这边因为实在太硬的关系，干脆挑衅你一下，你也不能怎么样。他挪动了两下，挪动了两下，想要维持一点攻势，差一点被盲僧踢到。是的，其实这一把转折点还是刚刚就那第一波赢了团，那一波真的太关键了，直接推一个下塔，然后杀了人，然后瞬间视野就亮了，是输是赢。是的，真的就是整场比赛是输是赢的感觉了。因为如果那一波是卡特滚到头滚一圈的话，就反过来，如果是 QG 四比二，这样 IG 就很难受。对 ，IG 现在完全没必要急，他们只要稳，大家把稳打，慢慢打，稳着打，慢慢打。我两个 carry 越往后面越强，你越来越难打。对，但是我觉得 QG 还是有机会的。其实 QG 的阵容说白了就是一波团，你千万别失误。我卡特只要收回了一波，你就会面临无限的那个伤害 ，AOE 伤害很恐怖。现在就是看接下来这波团，所以你看 IG 现在是稳着打，真的是稳着在打，慢慢的把你的塔蚕食掉。好，这边维恩要来一波单杀，这一波是单杀了，看一下闪现跟上破败王者 ，A 下三段交闪现，安妮从后包抄。消耗掉了一个传送，但却没有能够救下轮子妈。对的。这个绕后非常漂亮，而且是正好把这个艾瑟加一的闪现打出来了。轮子妈没闪现很危险，真的很危险，很容易被杀。下一个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输出空间。是的，老司机开炸，歪了！啊，又没带方向盘。对，没带方向盘，他今天拐不了弯。好，这边看一下树阶被晕住了，盲僧。遇到了这波卡特有机会，但是直接被回旋踢走，而且伤害打不太出来，伤害打不太出来。上去吃伤害，卡特已经把大交了，完蛋！安妮这个大太漂亮了，圣可可。然后这边维克多接上大招一技能，打出一波 A O E 伤害，继续追击。树人交出闪现，好，盲僧减速过墙 E Q 二连，啊，这边是杀不掉了，但是这一波 I G 还是大赚，非常非常赚。最后大家的闪现都烧光了，就在 Q G 这边已经是把闪现几乎全交。对。这波打得非常的漂亮，卡特完全找不到机会，而且连环的有机会就把晕技跟伤害都打给卡特。其实你卡特剩下两百血，难道你还敢进来吗？对，其实刚那波团就真的是卡靠可可内功了，他们是把卡特浪费在就把他弄在那个位置，他也出不去。哎，卡靠很果断，他是直接 QRQ 把卡特打成半管血，安妮在那位置偷袭，两个熊砸上去，那卡特基本上他大招只对盲僧输出了1.3秒左右。他就没有任何伤害了。
限制了很死，真的限制了很死。刚才前面你已经数过了嘛，七个控制技能啊，今天这边也不过就教两个，对，卡特就已经不行了，只教两个就已经不行了，啊、确实很难打。但说实话，我心里还是很希望能看见这卡特赚一波，哎、就那种感觉你不玩，你看着也很看着也爽，真的很爽，就那种轻轻轻轻就出来五杀，但这把说实话很难很难，非常非常困难。越来越 IG 的成长越来越快。好，这边是想抓一波维安，维安这个位置有点尴尬，过墙了，过墙，顶起来大招，直接一套连招，维安是没有闪现，但是破败治疗漂亮。而且老司机来了，老司机开的，没中的，没中的。好，这边还有机会追击，有机会晕到了。QR 原地顶在墙上，用一技能收掉这个人头。打得漂亮。后面说真的，一般来说我们看人家开车的时候都，我们比方说我坐出租车，我尽量希望他不要撞的，不过在这边看比赛的时候，我尽量希望他撞到，就反过来了。这边 IG 控起了第二条小龙和第三条小龙，说到第三条小龙，整场的第三条小龙，是的，对 IG 来说已经是两条了，但是小龙的数字对他们来说其实意义还好，反正现在只要就是卡特不长大，小龙有没有我都无所谓。就其实这比赛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只需要十二分钟，再要十二分钟 ，IG 就基本上赢了。为什么、？IG 已经三条龙了，就准备五龙，就准备等五龙了。最稳打比赛最稳就等五龙，就五龙那个 buff 就真的变成赛亚人，你没法挡的。哇，这边这波埋伏二 v 二，二 v 二，安妮手上有晕，但是安妮血量被打低，成功的晕出来了。但是轮子妈开大招赶过来一个平 A 收掉这个人头。那也是让卡特进入一个技能全部重置的状态。是的，而且这一波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IG 下路他们还是有一点点没稳住了，就想杀人的，稍微有点冲动了。因为刚才这边是 IG 主动出手。是的，其实他们应该这么理解，他们现在就算不杀人，他们慢慢耗着还是赢，还是赢，怎么样都赢。如果他们想杀人，就自然有机会被对方杀，没错，就给对面创造机会。现在经济领先了一个5500块。QG 真的很难，现在视野也打不太开，你可以看到 IG 的视野通通都已经伸进 QG 家里了。是的，下面的野区被牢牢控制的状况下，也难怪他们刚才会想要打一个就是下路的进攻。对，因为感觉我视野好像赢你，但实际不是这样。对，现在 QG 比较担心的就是他们现在其实这段时间很难会打起来了，就是下一条小龙或大龙。哎，但这一波好像是有点玄机，看一下死过去又是一波小团战，先把血量压低，很果断的往后撤，选择了让红 buff， 还是以大局为重。好，一技能大招交吗？没有，伤害可能不太够。对，这边日女开启 W 技能，就魔抗直接上升了很多点。我没记错的话是50吧？对，相当多。50。但是 IG 的这个攻势确实让 QG 觉得有点棘手，因为刚才那个地方不打，是因为我人没比对方多，然后我抓的是一个盲僧，他肯定不会死的，他会飞走的。那你卡特肯定转不起来的。对啊，这屏幕有点远。50啊，50，屏幕有点远。是的。现场观众可以看到，我跟老外都是趴在解说台上往前看荧幕。趴在哪里看呢？真的看不见。所以说做解说视力也是挺重要。对的。这我连我这个从来不戴眼镜的人都戴起眼镜了，因为实在看不见。IG 中路的一波攻势 ，QG 在侧边寻找机会。看起来是没找到机会，要后退了。而且两层进化的维克多非常的凶残，仗着自己有 Q 技能的加速，而且是一个40%的减 CD， 然后他基本上是无限加速，他那个 Q 技能 CD 是2.8秒，维持时间是3秒，无限加速。对，无限加速。三人怎么从后面绕出来？是的，没看懂。我刚想说，哎，这个三人要去哪？不用看，肯定40%的这个。就老婆有点坏了，就如果刚出来那个画面不是40，我就非常尴尬了。肯定是啊，你说是就是。好，这边一个埋伏，中埋伏了吗？中了，中没有闪现，秒杀，被秒，顺便逮到个挖掘机，盲僧插眼过墙，看一下再点个眼镜，老司机开大。哎呀！今天都有遵守交通规则。对，这边是一个小冲突，好像有机会杀到第一个吧。但是素金吸收了很多伤害，盲僧上前 QRQ 带走了素金，但是盲僧也是顶塔，没有死，一个治疗，顺死，维恩带走了对方的挖掘机，维克多闪现杀掉卡特，
赏钱的这个闪现一够果断，因为全员残血的状况，我现在交一个闪把卡特断掉，就是断了后顾之忧。是的，可以看见 IG 只能说气势如虹，这真的气势越打越凶，就是就那个气势，哎，打得很棒，真的。除了姿态，姿态他今天控了五个大招。他今天控了五个大招，但是他还能跟你们说一句，五个大招我还能赢，我还能赢，就能赢就行了。啊，最近在考驾照，所以比较遵守交通规则。好，这边看一下，这波大龙传送速进有 T 片，确实血量有点低，快大招。好的 ，Rocket 直接被秒，这里会闪现上去。对的，头带加闪现，没有了，没有后续的追击可以打。是的，哎，你还卡一个视野，攒一个晕以后才准备回城。万一你追上来，我还可以晕你。对，这边要夸一下小孩，就很稳健。这个头带买的确实稳健，很漂亮。只要维恩不被秒的话，他的输出是源源不尽。来又来了，又是大招！哎呀！但是这波姿态是吸收了五个人的伤害啊，还没死，还没死，还没死，逃掉了。卡特又被杀了。这边维恩的收割状态开始了。盲僧吸收完伤害，好，可以看见啊，小华游神的伤害是非常恐怖，已经是一个 double kill， 钻完隧道依旧被杀，盲僧还在。刚刚什么情况？姿态他尽管空大了，但是他在那五个人面前站了六秒钟，他还没死。他把伤害全部吃光。是的，他没有死，他打团打完没死，盲僧也是打团打完没死。对。可以看见啊，刚刚维恩基本上是毫发无伤，输出空间最大化，没错，就真的是最大化，就追着对方的屁股一路射，而且这个举动很稳健，真的很稳健，就已经稳到一种极点了。这个水晶居然不拿，他们选择了回城，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水晶只要没高地塔，他们是随手可得，就随时可以拿掉的。接着因为小龙已经要升了，啊 ，IG 想要100%的胜利。这个时候是回身准备要看一下小龙。好，我们来看一下 QG 抓紧机会有没有机会从 IG 手上守住一条。第四条龙是刷兵的 buff， 那三人又来了，但是这条龙没办法啊，这条龙没办法。对，三人又在吸收伤害，打不动，但是被 Rookie 被抓到了，有点危险。这一波女塔大招漂亮， Rookie 直接被秒，但是轮子妈死了的话 QG 是没有任何 AD 伤害，这样速进也是挨打的，而且这样卡特也收不了头了。盲僧打出了一个三杀，他眼过墙，看一下还想追击。小孩这个是绝对稳健啊！刚才停下来打眼了，就是我不打算追了，没什么机会追到。是的，杀你就推你塔，他也不想杀人。我打一个三杀了呀。对，我不急啊。而且现在经济领先了多少？领先多少？15000的经济优势。慢慢打。这波是盲僧上去先扛两下塔拉出来，好，碰住了卡特，想秒吗 ？Q 过去踹到了，但是没有减速，没有秒到，没有秒到。这边是反手激活日女，日女暂时吸收掉了。好，这边看一下维恩顶了，稍微顶了塔，但是并不重要。Q 过去可以到了，没有问题，直接回旋踢，一个大招将卡特给收掉了。对的，这里已经攻到了门牙下面，闪耀还在往前。我可以看到盲僧跟三人根本打不死，根本打不死，没有任何办法，就没有打算回头。他们俩还要杀吗？啊！灭群！哇！杀不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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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不死。下一波小兵又来了，但是已经残血的 IG 应该会后退。轮子妈开始大招，看一下，想晕一波，被晕到了，一下，老司机开打撞到了，终于撞到了，但是还是杀不掉。看一下 Rookie 的伤害非常恐怖 ，Q 一二连原地放个 W， 但是这个 W 放的传说中的反向 W， 继续追击，漂亮。大家可以看到维克多这个 Q 技能无限加速有多恶心，多恶心，真的配上巫妖，他在追你的时候你就跑不掉。对，其实我曾经理解为就维克多是远程小鱼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跟小鱼一样，一个技能可以触发三个东西。对，就他 QA 是打了 Q 伤害， A 平 A 的伤害， Q 的平 A 伤害，的增伤，还有巫妖的伤，对对对，四个伤害在一个技能身上，确实跟小鱼很像。
你讲特别有说服力，又来。对，又来，说服力，说服力，过来卖弄一下说服力。这场 IG 已经是胜券在握。对的，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赛间评论嘉宾。现在看得到评论嘉宾的粉丝已经沸腾了，但其他人可以期待一下。大家来到比赛的最后阶段。哦，这个时候是又在打姿态，打不死。哇，这么快没有任何办法，老司机开大撞起来，肃静的伤害就直接被打完了，没用啊！挖掘机闪现过不了了。卡特是还想杀维恩，但是直接被维克多一技能将维恩的平 A 带走。维恩已经打出了一个三杀。四杀，四杀，有没有机会？还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真来得及。五杀时间很长的。但是如果他不出来怎么办？啊！哇！直接秒杀，很精彩，很精彩。恭喜 IG 拿下第一局比赛，1-0领先。马上紧接着要来欢迎我们的评论嘉宾了。我这边前面的看台上面已经被女粉丝的尖叫给淹没，大家想想为什么？好的，我要等到这个尖叫。